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人透视的，我是左手边的主持，我是快必，我是右手边的子健，系啦，我哋系同大家新人同埋透视嘅七一嚟啦，冇错。由于即系极权政府带俾香港好多苦难啊，所以我哋要新人啊，冇错。咁咧，我亦都系由于七一系睇大家睇到阿子健呢一件衫啊，好多字，大家应该睇唔清噶啦。你行前咧，你行前俾人睇啊。你一路行嘅时候，我一路旁述你啊，因为你离开你嗰、那个咪去中间嗰格啦，系啦，冇错，系啦，子健身上大家睇到好多罪啊吓。对不住，其实我犯了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革命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阴谋颠覆政府罪、涉嫌经济犯罪，即是艾薇薇那件事。如果被人拉了，你会不会我为而维权呢？这样是啦。那这件 T 恤呢，就是青台最新出的一件 T 恤来的，是啦。哇，好有型啊，爆啊，赞爆。咁啊，喺七一嘅現場咧，大家會喺青台嘅攤檔嗰度咧，係可以買到呢一件嘅青台嘅 T 恤嘅嚇，搶曬鏡啊！子健，我都要搶嘅。嗱，大家睇到我而家呢件咧，就係前年啊民陣嘅一件七一嘅 T 恤。係啦，政府無能，我哋逼迫。咁就呢一件嘅 T 恤，大家就七一嘅時候，即係仲有幾日啫，咁就喺呢一個青台嘅攤檔嗰度咧，希望大家買到。我哋仲未攞到小販牌嘅，未肯定有冇嘅。係冇咯，你咪當當冇啦，我哋都照擺嘅、嗯，希望大家咧幫幫手啊。係，即係借 RTV 嘅平台，今次講即係求下大家，真係幫幫忙啊！真係好唔掂我哋，希望大家能夠幫幫忙，捐下錢。咁啊，除咗我哋呢件之外，就有呢件咧，亦都係介紹一下俾大家睇啦。呢一件係同我哋呢件唔同啊。如果中意即係話自己係一個罪人啦，咁樣串啲咧就呢件啦。咁呢件又點樣解釋咧？可唔可以講下咧？嗱，依個咧我花生，所以我 online 咧，其實好多個網上嘅朋友咧都知道咩叫花生啊！即係大家睇住剝花生咧，到去評論啊，或者去上網去睇呢個事件啊嚇，即係包括維權嘅問題，即係比較隱晦啲啦，去講你自己一種嘅性格嘅獨特。尤其是我哋中意上網嘅朋友，更加啱心水啦，係嘛？咁啊，最緊要咧，大家就知道咧，我哋呢兩件 T 恤咧，最緊要就係講緊咩咧？其實講緊中國大陸嘅情況啊。我哋不斷係講罪咧，其實著出嚟咧，係俾更多嘅人咧，即係尤其大陸嘅自由行嘅朋友睇到，哦，原來我哋中國裏邊真係好鬼多罪嘅，真係。係係。我同阿艾薇薇等人咧，雖然冇機會同佢犯呢啲罪，但我哋都背負呢啲嘅罪名啊，希望。係。係啦，咁啊，至於楊。呢件衫咧特登咧就要俾大家上網嘅朋友 Q 啲啦，唔好咁硬棒棒啦，係另一種嘅感覺嘅。好，好，歡迎大家七一上街。冇錯，咁啊點解要上街？咁啊而家正入正題賣廣告啦。係，有人講一個點啊，一路講落去啊，嚇講到夠鐘為止啊。第一點係先講，我都唔知講邊點好啊。替補機制好定講警察？你做替補機制啊？先講替補機制係啦，替補機制咧大家知道啦，呢、這個咧就無論係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公會啦。即係大大細細咧，都係已經係出咗聲明啦，係譴責或者係指出咧當中替補機制嗰種不公義嘅問題。而德國嗰方面啦，如果冇搞錯係領事館定係外交部咧，亦都係指出咗林瑞麟嘅即係無恥啊！無恥啊！其實人哋德國政府雖然冇講佢無恥，係點解會係？但係佢講德文，佢唔係講無恥嘅。德文咧要揾一啲德國人嘅即係德文嘅專家，冇錯冇錯冇錯，無恥係咩啦？咁我唔識講無恥啦，要學下啦今晚。Guten Tag, Lilo Mei。你睇呢個係希特拉嗰啲啊？空靈個心好膽狼，個 Guten Tag, Lilo Mei。佢殺咗個 Guten Tag, Lilo Mei。係咪㗎 ？Hiller, Guten Tag, Lilo Mei。Hiller, Lilo Mei, Guten Tag。呼你家伙，係嗰潮州話嚟，嗰潮州話嚟。我你阿媽個氹氹誇。咦？阿林旭華會投訴我哋講，係潮州粗口。我哋講物粗言餵語，唔好意思。哎呀，哎呀，我哋犯咗第二條啊！唔係第二格，二格，我哋犯咗第二格粗言餵語啊！嗱，聽住啊 ，RTV 有四界喺度，四界係啊，係啦。好，替補機制點樣？替補機制其實呢樣嘢好明顯就係一種收咗我哋嘅
選舉權啦，係其實係進一步嘅唔同形式嗰種限制你公民社會及運動嘅方式啦。係其實議員辭職係一種即係一種尊嚴同埋一種體現自己嗰種對政治嘅一種嘅承諾嚟嘅，可能係。所以如果你抹殺咗唔俾機會佢辭職再補翻，即係再選翻入去咧，基本上唔單止係剝削議員咧，亦都剝削咗我哋選擇嘅權利。長毛辭職，我可以唔投長毛嘅，係咪下次？系啊，有关系啫。喂，有乜关系啫？佢玩嘢，你玩嘢，我就睇你点死长毛，即系咁样啦，系嘛？系啦。你玩嘢啊，郁文，好啊，你玩嘢啊。只不过咧，我上次投咗你就系想就想你一做做啊。但系你咁样辞职，你真系玩嘢。我要投啊刘江华咁样都得噶。系啊，系咪啊？嗱，所以咧，我覺得就唔使評論噶啦。其實我哋過即係過去兩星期，無論小弟或者其他人都好多，即係講咗廣東嘅交嘢就係都知啦。係都講啊，反而我哋講下點樣抗爭。係，唔係？反而我想講下點解黃仁龍叫做咩話？黃仁即係畢業，跟住又話咩嘢大律師，又話乜，又話春，又話播道會廣福堂嘅即係榮譽會友，係嘛？點解咁樣嘅咧？一個咁嘅人嚇，一個人點樣？你唔好講，你唔好講基督教。如果講基督教，一定要立埋林瑞麟。你嗰日俾我睇林瑞麟又係即係一個人啊，叫做即係有常識嘅一個個人啊，受過咁多嘅教育，高等嘅教育，到底一個人點樣可以變成今日咁樣嘅黃仁龍同埋林瑞麟咁嘅模樣嘅咧？即係我反而對呢一個有興趣啊！你有冇講道可以講一講一講呢一個？即係嗱，佢又有常識。嗱，我哋咪成日聽人講咧話，即係你阿媽或者你阿嫲、你阿婆、你阿爺，你可能話嗱，讀多啲書，識嘢，咁就可以頂天立地，係嘛？就算儒家思想都係㗎，係嘛？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即係你讀多啲書，即係嗰句説話唔係咁解啊！即係我又講第二啲嘢啊！你讀多啲書，你就成為一個頂天立地，有抱負嚇，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係嘛？新儒家點解讀咁多書嘅？咦？哇！做咩喂？佢又系信教添嚇，我哋成日話啊，信咗基督教。如果個個都信咗基督教咧，宗教導人向善噶，個個信曬基督教咧，嗱有啲人真係咁諗噶。嗰啲冚家產教徒係點諗咧？嗰啲冚家產教會，李耀元牧師都係咁啦。我哋為温家寶、胡錦濤祈禱禱告，如果佢哋咧成為咗基督徒咧，個國家就好噶啦咁樣。點解會咁嘅咧？我喺度諗啊。到底乜嘢會乜嘢社群係培育到啲咁嘅人出嚟嘅咧？所以多謝黃仁龍同埋即係多謝黃仁林瑞麟啦，因為佢李少光啦，佢驗證咗曾蔭權啦。依句説話咧，講呢句説話嗰班牧師咧係仆街，冇錯，唔係無知、無知傻仔嚟嘅，跳躍思考係啦，以為想當然信教就是好人。你老闆，你以為信咗教就好人？係啦，啊，對唔住啊！嗰啲仲衰人，因為佢識扭曲上帝嘅説話咧，然之後俾自己光環啊嘛。等於你俾我睇嗰篇文喺 Facebook， 真係睇見到火。講林瑞麟，即係林瑞麟真係火都燒心啊！真係睇見我真係想掉爛個電腦，好彩我冷靜啫，好理性同埋和平非暴力啫，冇掉爛自己電腦。嗱點樣咧？但係一個基督徒，佢可以同時一個好虔誠、好好嘅講堅正嘅榜樣嘅基督徒，但係同時間佢可以係一個撲街高官，得唔得嘅咧？我就問呢個問題。全就佢可能好兩個角度啊，馬丁路德啊，佢同時間係一個義人啊，信義中神學院嗰啲牧契最中意講啊，我同時又係罪人，我喺教會嘅時候我就點樣係基督徒喺度傳福音，但係我做高官嘅時候咧係啊，因為我要滿足我嗰、那個中共政權嗰個嘅我老細嗰個嘅諗法，所以我係一個撲街高官，咁得唔得嘅咧？其實得，如果跟個馬丁路德嚟講，跟個馬丁路德又得，所以信議會咁撲街咧。係啦，點樣得啊？你話點解你？我就諗極都諗唔明啊！照計可以應該整合噶嘛？照計係嘛？即係一個有見識良知嘅基督徒，應該係一個唔係一個撲街高官嚟啊嘛！啊，但係唔得嘅，唔得。但係點解你話得咧？點解？係咯，點解唔得啊？林卓玲話俾我聽得嘅，我嘅證人馬時亨，我佢證明俾我聽話得噶嘛。他可能一個好老公、好爸爸，但他很容易將呢樣溝亂噶，甚至一個好人，係嘛？你哋心目中嘅好人，哎呀，賑災又捐下錢啊，又助養下兒童啊，又講見證啊，咁樣嗰啲噶嘛，係咪啊？但係去到某啲嘅位置嘅時候，人格分裂嘅咧，他去到嗰個位置就認為咧，啊，我就要順服掌權，我未掌權咯，你要順服我咯，他可以咁樣去曲解上帝嘅。即係我唔講話上帝啦，即係曲解聖經啊嘛，保羅嘅説話得噶嘛，佢點解唔得啫？佢覺得你班友只要佢自以為義，嗱我最純良嘅睇法啦，我唔陰謀論啦，
他覺得黃毓民等民主派是邪惡的時候，他就要執行他自己的公義，最簡單說。但當然我也不相信他這麼單純，他背後其實就是說來說去就是控制我們人民的聲音，甚至為了他自己將來做政務司司長上位而馬時亨，我說林瑞麟，如果唐英年上位政務司司長這個位置就是林瑞麟了，我覺得的機會甚大。政府他一個這麼混蛋的人，被人罵了那麼多年，又落台又成那些都落不到台，為什麼政府都攬他呢？第一，他肯定這個位置；第二，他是深謀遠慮，他是年輕嘛，他還有一上做過政務司司長有多難而已。所以呢，他跟唐英年自己的私交據聞呢，我覺得很多政治小道消息都甚好的，都是他馬房的人，當唐英年馬房的人來的。所以政務司司長這個位置呢，非林瑞麟咧，大部分嘅莫屬噶啦。我唔講係絕對啦，係咪？佢都到時會反面都唔定，係嘛？咁第二咧，佢要討好中央政府嘅時候，佢點樣做咧？討好廿三條咧，就係、是、佢其實試水温。嗱，依兩日咧，即係政治分析就係佢依兩日七一前咧，就話騰一騰啊嘛，又話可能咧將個嗰個遞補機制又變成自己條隊啦，係啦，即係跟翻德國嗰類啦，歐洲式啦咁樣。好啦，佢係騰嘅。咁佢點解之前咁橫蠻無理咧？佢睇死咗咧？就香港人其實對呢個政治嘅議題或者運動咧，係開始係淡冷感，甚至咩疲勞啊嘛！上次誒講啊，喺誒青台嗰個節目，係啊係啊，佢叫做叫結構性疲累。結構性疲累係啊。係啦，咁啊，大家咧就好疲累地咧就強行都係咁噶啦，咁樣冇計啊！佢嘗試去試呢個水温，好彩今次咧港人咧，其實都唔可以話港人，全靠大律師同律師公會咧出咗個聲明咧，就喚醒咗市民，因為啲市民中意專業啊嘛。是即是啲大律师公会讲两句咧，就知道你衰嘢啦嘛。系咁咧，即平时好少出声喎，大律师公会。系啦，今次佢都顶唔顺咯，好明显系几离谱啦，即系等于咧，真系噶，系迷信噶。我个同事啊，平时啊都唔会上去游行啊嗰啲嘢噶，佢都同我讲啊，今次七一唔得啦，要上街啦。咁我想而知几大镬咧？冇错啦，系啊，系咯。咁所以咧，个政治嘅情况就系而家佢就会有可能褪啦，七日。喂，大佬你唔好信晒，因为你如果你七一唔夠齊人馬上街咧，係佢又恰你噶咯喎，係只不過係呢個幾萬人上街啫，仲有大部分人都幾萬人上街啫，有六百幾七百幾萬人係冇上街噶嘛，好無恥噶嘛，佢試過當時五十萬，差唔多成即係邊個想死嘅唔好舉手咁，即係通常啲人唔舉手，我都想死咩？即係希特拉啊嘛，邊個想死嘅唔好舉手，咁咪送曬集中營咯，冇錯啦，咁啫嘛個邏輯。嗱，而家就係咁樣強姦人，係咧五十萬投票就冇料到嘅當人，係嘛？你五十萬上街嗰時，廿三條都話你冇，我仲有六百幾萬人啊，都有人講過㗎，係咁係咪好無恥咧？無恥，無恥咯，就用我嗰個比喻得㗎。所以咧，佢七一前放風，好可能只有緩和氣氛，唔代表佢一定係咁做。反而咧，其實你了慶我想講呢個問題咧，我反而咧就唔係想慶政府，我就慶泛民。我慶泛民咧有兩方面慶，第一慶就我覺得就唔需要咧。嗱，對唔住啊，今次咧我可能俾啲人鬧，即係我覺得唔需要下，唔需要都要俾人鬧嘅。係啊，冇錯。我願意俾人鬧嘅，即係我覺得唔使下針對民主黨咧，係唔使使唔使講話佢要辭職嘅，冇關係嘅到而家。因為如果你再講辭職咧，有啲人仲唔係玩嘢抵你使。如果民主黨真係辭職咧，或者其他啲泛民，包括鬱敏佢哋咧，如果真係辭職咧，我都反對佢今次。咁你真係嗰啲人就話，仲唔係玩嘢又玩嘢啦？咁啊，好似成個潮流咧就俾佢林瑞麟控制住啦。所以就唔係用呢個叫做辭職去講啦，反而我就好贊成咧，仲拉布或者係嘗試用各種手段癱瘓個拉布拉到嘅咩？反高鐵嘅時候都話俾我哋聽，拉布係咩嚟啦？喂，大佬冇啊，唔同喎。反高鐵嗰度咧，佢係限定咗嗰個時候，咁而家修訂不足喎。如果你真係攞幾千條修訂落去玩咧，真係揼到嘅波鐘喎。係，咁我覺得未必係揼到波鐘嘅，我覺得最終。民主黨又不會玩，公民黨又不會玩鄧波鐘。咁我覺得反而民主黨同公民黨，因為我相信鬱敏長毛都會做嘅。即係你真係點樣揾啲比較激烈啲嘅手段？你坐台又好，喺個議會裏邊，喺個議會裏邊掉招都掉垃圾得唔得？但有用咩？你覺得你仲我覺得寄望議會係真係有用咩？我其實我唔信嘅。你問我唔係寄望議會有冇用？你問我到最尾咧，如果有人話辭職冇用嘅咧，話俾你入去投票嗰刻咧都係冇用嘅，因為你數票都輸曬啦。係咯，所以就如果政府要強姦民意，冇人不被他強姦啊嘛。所以向遠望咧，就不能淨係講
辭職或者淨係拖步，就係、是、點樣做一個，即係對唔住，可能我都係錯。你話暴動又唔得啦，又話暴力啦。喺議會裏邊咧，一定要去做一啲比較轟烈嘅嘢咧，俾人有個歷史一個好深嘅痕跡。哇！即係點啊？自焚啊，大佬！自己自刮都得㗎，戒手都得㗎，真係唔係咁講。戒手嗱，戒手講笑嘅啫。你係咪可以學？即係我唔知學邊度咧。即係你坐上台。唔撳投票，或者係嘗試阻礙別人投票，係未做過嘅香港，又或者你嘗試即係喺自焚同埋掟蕉或者拉布中間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我覺得係可以係諗啊，未必我係最好巧嘅，即係我覺得係嘗試大家泛民嘅朋友要諗一諗，係做一啲嘢係令到全世界都警覺嘅。或者如果佢強行一定要通過嘅時候，大律師公會會唔會除咗發聲之外，會再做一啲嘢咧？冇噶啦，咪又係最叻咪揾人司法覆核咯。咁我都唔反對司法覆核嘅，咁就一個正常嘅，即係程序正確嘅一個做法。程序正義嘅，係嘛？冇問題嘅。但我覺得係俾市民知道嗰種嘅無奈同埋無力感咯。你點解會今次反對呢個替補機制失敗呢？其中一個原因咪係功能組別咯。講嚟講去都係呢個老話題。即係無論你件事係幾咁唔公義啊，或者係無論件事係幾咁得唔到民意嘅授權都好啊，因為佢有功能組別同埋有保皇黨啊，所以幾核突嘅嘢都可以透過嗰個議會叫做嗱，你哋要議會啊嘛，你哋要decent啊嘛，議會咪最decent咯，係嘛？嚟到去其實胡混過去咯。烏克蘭也好，或者係喺台灣都試過咧，你點樣嘗試攤換議會？你唔使好激啦。你幾個議員走出去主席台坐得唔得啊？唔掉跟住抬走你係嘛？抬走你有，總言之就逼到咧個議會唔夠人數得唔得啊？各種方法係，即係要諗咯。呢啲我諗到計都唔會喺度講啦，唔通扇俾建制派啲議員聽咩？係係，即係你仲大家就要商量同埋考慮呢個問題。係係，即係唔可以靜靜咁樣話我唔出聲，沉默咁樣，然之後撳咗個掣。就反對就算數。陳雲老師就不斷講要勇武啊！而家我唔明嗰個勇武係咩咧？真係你話係暴動啊？你話係咩咧？咩勇武？我諗未必係要去到汽油彈嗰只嘅，但係你要、啊、即係有啲潑油啊，潑油都好噶。你自學阿老自潑自潑咁。係啊，學老味。我嗱今次我真係要即係高度讚揚你冇啦。自淋水啊嘛。嗱老實講，嗱佢又唔係火水不過。阿醫生同埋阿萬必我都識啊。係啊，係嘛成扎嚇，所以唔介意啊佢哋，我相信。我覺得咧，你一公一鞠躬三鞠躬嗰啲咧，老土咗。其實過往都做過類似嘅嘢，即係大家冇乜記性。但係阿老尾男呢招勁啊！呢招係嗰種淋水嗰種藝術效果加呢種身體語言嗰種無奈咧，我又唔可以潑你。我覺得佢淋完水之後，仲應該打著個打火機，即係令人聯想佢嗰啲係火水咁。當然唔係啦。嗱唔得啦！我嗰日咧話俾你入立法會啦，我去到咁多年，佢守身嘅。我去到咁多年立法會，係唔俾大火機。第一次係守身，我連鎖匙都唔得。鎖匙都唔得。係啊，只要我即係攝落個鞋入邊得唔得啊？唔得，佢會嘟嘟嘟啦。底褲都唔得，佢咁樣嘟嘟嘟，求其我一個鼻涕紙，我自己啊，伸完鼻涕嗰啲我擺落褲袋，我自己都唔知嗰啲咧。係，佢都出嚟問我攞係咩，我冇嘢嘅冇理由，卒之搲到佢咩啊？我伸個鼻涕嘅紙啊！佢都搜到啊！咁騎呢？係啊，唔係講。我唔信，唔信冇，唔緊要。你咪問翻佢去。下次有啲人淋完水，攞嗰啲火柴嗰啲火柴搜唔到啦嘛，扮自焚一樣得。我睇你夠勁啊！嗱，呢啲話你聽真係逼到人哋咁樣啊，真係離譜啊！真係老尾好地地唔得啊！真係呢個政府嚇。盛讚阿老尾男今次咧，佢真係咁樣淋落去嗰下咧，我覺得好啊。係，簡直行為藝術一流。即係唔能夠攻擊人哋，唔需要攻擊人哋。香港人係咁啊，你掉佢又唔好啊嘛，自己掉自己得啦啩。係啊，即係我覺得唔自己潑油得啦。即係可以真係可以解釋寫篇文啊，即係點樣行為藝術自我行為藝術自我自潑自潑正啊。係啦，咁啊睇下泛民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唔可以靜靜地俾佢過去咯。咁啊對大家都咁。難聽啲，我使乜你做立法院？我覺得我好過佢隨時。我同你隨時做立法院好過佢，起碼冇用噶。而家咪話做立法院議員唔係，係啊，因為個立法會冇用啊嘛，做議員嚟做乜啫？今日我又唔覺得喎，你又係一種自我閹割喎。O、okay? K， 你起碼攞如果立法院善用佢嘅資源，掉落去公民社會一齊去搞咧就得喎。但係問題而家係各各地裂喎。系啦，系啦，个问题喺呢度喎。你有议程唔紧要，你有嗰个资源去砌佢冇问题。唔系边？你边有钱？就好似我，即系起码我。唔系嗰啲议员，等我做立法议员啊，等我代表你啦。咁其实
冇用。其實佢心底裏面，你問嗰立法會議員啦，你問嗰啲泛民啦，你知唔知道？阿張文光，你知唔知道其實成個立法會其實按 Q 啊，唔得噶，梗係知啦，梗係知啦，佢梗係知啦，梗係知啦，冇用啦。使咩攞嚟打份工啫，大佬攞豆幾皮嘢唔關啊，即係咁樣啊嘛，大佬而家個心態，咁點搞啫？冇得搞噶。係咯，我好希望即係民主黨、公民黨嘅朋友，或者人民力量嘅朋友，或者民協嘅朋友，即係大家真係商量一種好嘅方法，最少你過俾佢過到都好咧。你要成個歷史會緊記到呢件事，同埋覺得成個泛民議員真係用個力度，唔係就係撳個掣咯，撳掣我使乜啫？揾我同你撳都得啦。總之七一一定要上街，係啦，係咪先？仲有係今日點都要講兩分鐘，因為廿二分鐘啊。曾偉雄嗱，呢個亦都係好值得我哋要出上街嘅。係今年你話同過往有咩分別最大？你咩叫連樂器都唔可以帶？係黐線嘅。你又是那個問題咯，馮華那個問題咯，點啊？我帶串鎖匙，拎拎拎拎拎都係樂器嚟噶嘛？係啦，冇錯。我帶個杯，帶個羹，佢就驚驚驚驚驚驚驚咁，係咪樂器啊？又唔 Q 得啊？你都低能嘅。唔通攞個大提琴同埋鋼琴出嚟拉同埋都得啊？推住個樹琴，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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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如果你覺得咁樣遊行都唔得咧，你以後咧每一年咧 ，Cafe Pacific 即係國泰咧，每一年啊。都咪有啲花車，花車大巡遊咯，年初一咯。哇！嗰啲嘈冤巴閉喎，你點睇啊？佢個理據係咩咧？點解唔可以帶樂器巡遊啫？點鬼知啊？話嘈到人喎，低能啊！頂你個肺啊！真係。即係咩咯？大紀元同埋法輪功，佢哋咪最中意成隊儀仗隊咁樣噶嘛？年初一係咪針對佢哋啫？而家係啊，係針對法輪功。點解要針對法輪功啫？佢唔中意，佢要信耶穌，佢唔信法輪功。信耶穌係咪啊？即係你咪個個自己帶自己樂器上街咯。冇錯，係嘛？咁樣差唔多啦。再一次最後幾十秒就係希望大家真係幫手買一買依件衫。係咁啊，維權嗰陣時候行到中聯辦醒曬，我都有依啲咁嘅罪，係嘛？咦，呢、這個好喎、啊，真係得喎。去中聯辦，我係為咗中聯辦依件係而去諗嘅呢件。係好，同埋、多謝楊楊啊！依啲嘅衫嘅版權嘅設計設計嘅係啦。如果你惡搞佢，佢唔會告你刑事毀壞㗎，唔係刑事咩侵權啊嗰啲。唔會嘅，唔會。下一次有機會咧，再過兩星期又講，因為咧嚟緊咧好多嘢搞，我哋會喺聚賢師室獨立媒體咧都會搞一啲嘅講座，關於係網上所謂侵權而變成刑事呢個法案，因為我哋將七一之後咧會繼續砌依條條例嘅。冇錯，係啦，計替補機制之後，我哋會繼續砌落去。總之乜嘢都睇唔順眼㗎，而家香港。如果我真係想揼實佢，教會已經好想鬧嘅。乜嘢都睇唔順眼，冇時間鬧。係，唉，咁啊，下個禮拜我哋講咬直治療，咬直治療亦都係同志一定要七一上街啦。冇錯，嗰啲酷兒嘅朋友一定要七一上街啦。大佬，咬直治療就係一個對你嘅侵權啦，我覺得。絕對係。係咪咁講啊？七一上街。OK。OK， 七一上街，七一见。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是咩嚟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